見到大家，又是我試食專員 Sakura 同大家捲窿捲罅食好嘢嘅時候啦！我今日就嚟到九龍灣新開咗一間鐵板石燒牛，我哋即刻試下佢究竟有啲咩好食咯！日本 A5 和牛肉眼蓋啦，其實你可以見到佢哋嗰個紋理係非常之靚嘅，佢冇平時普通嗰種和牛嗰個味好入口即溶嘅感覺，你 feel 到佢係有少少彈性嘅，我覺得呢個 texture 其實幾好 ，feel 到佢有啲油脂香，但係咧佢嗰個味道係好濃郁。